我好像现在玩的游戏是复活邪神三，然后我刷那个水星短，刷不到啊。但是你刷 HP 九百了，然后黄龙剑都闪出来了，还不用去刷阿斯拉就把黄龙剑闪出来了。那个极易取得，剑气应该都闪完了，然后还是没有遇到那个会掉水晶之爪的那副怪，这有多难掉就好。然后来打一下那上次那只龙，应该打得赢吧。打完我看要不要去打一下那个海的，那个叫什么海的贵族啊，还是什么的，最终不打。那个金色甲虫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刷啊。不是我刷错地方了吧？他应该是打鱼类的敌人都有机会出嘛，不然他是一只昆虫，是一定跟在鱼的旁边这样吗？这边也有鱼，其实这里应该也可以刷。然后我现在是用那个指挥官模式在打。这小怪而已，我应该加速一下没差。400，然后指挥官模式就每回合会回血，还会复活，是蛮猛的，可是就没办法操纵那样。然后这些有的没的技也要那个，也要去闪灯泡才会出来。然后刚才跳两下补血是有一下是那个皇家子有一下，一下是正血，所以我一回合可以补100多滴，什么事都不用做，补100多滴。但是那个鱼杀看看啊，呵呵，会不会出来一只致命鱼币？这是金色的甲虫，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都是出比例的，我去那个财宝账户刷的时候好像没看到比例虫，可是其实应该来这里刷、啊、刷错地方难怪我都刷不到。这样财宝账户是刷那个玄龟是不是？我换了换了，就一下正常插是哪一颗下面三颗，那就是闪了一个灯泡。没有啊，哦，看错了。叫什么龙啊？忘记了，反正就是一只龙。瀑布中间，啊，黄龙。哎、欸，水龙哦，不是黄龙，黄龙是另外一种。
打的应该有比他的回的血还多啊。诶、欸、啊，我忘了用那个攻击模式没改。下微风。炫哇！哎、欸，为什么放司礼剑？我放黄龙剑，为什么？还是那个是随机的？我加速没有再仔细看的。哇，这游戏正常其实不能加速。哎、欸，还是司礼剑。你们可以放一下黄龙剑吗？还是我忘了把它装上去？应该有吧。哦，没有装啊。但只有这个 X 攻击，这种打的也有2000啊，不比他回的血还多。去、嗯，为什么你们都放司礼剑啊？还是我应该把司礼剑拔掉？去狗应该把司礼剑拔掉。哇，这样可以呢，这样也是赢啊。哦，这个打赢之后，打那只哎、欸、哦，想起来魔海猴。打死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最终之岛消失。我把这个逛完再去打。疯狂加速中。哎，这只啊，这是它甲虫，不要在这边说啊。我作弊一下。德拉甲虫哦，我注意点。哦，德拉甲虫哦，这只会掉那个水星之爪，还有那个什么之盾啊，忘记了。不错的东西，然后这只好像有点强，我盾挡住还有来打我100多，你要这样加速吗？啊你，看一下，好硬哦！2000，啊，重型机打2000，然后听说这只很容易会灭团。好痛哦！原来中文翻成德拉甲的。我在那个财宝洞窟刷半天，没想到在这边就有。哎，我有人快死了，要换个解毒之类的吗？不会打了，本来不痛了。哎、欸，100，还是有点痛。我看是被他放一个毒物全中。哎、欸，我打错只了。嗯。出现率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可是其实这个在这边的出现率其实超高，
前没刷到刷错地方吗？哎、欸，是你啊！哎、欸，请一下作弊哦。这应该可以，可以用模拟器这样洗啊。零九，烂东西，漏的，什么都没有。我这个要刷到也不是很容易哦。零九，可以掉我要的东西吗？没有，诶，这有没有快捷键啊？记得我以前有快捷键可以用。是共估诶，好难哦。总不可能是在钱之后才出现嘛？先把那个刷到出现为止吗？挺久，可以掉一下我要的吗？啊，水晶之盾跟水晶之爪，我应该不可能认错只吧？认错只就糗了。刚刚烧半天，结果不是这只，挺巧。是都跳 HP 啊，神九也不对啊，水星之爪被毒心了。哪那么难？但是要遇到就不容易了，掉率还很低。其实没刷到，好像也没啥。会刷爽，你知道吗？哎、欸，要是甩不掉啊！掉下吗？为什么都掉个零九、神九之类的？该不会刷到今天收牌都没有掉？哎、欸，糟糕，我这张闹存了。GG， has not accepted。哎，按错啊。又是零九，哇，零九掉率还蛮高的，还有30%，会不会我拿到然后被我按掉？我按慢一点，反正，不，还是没有。那如果我这样子的话，打到
也太困难了吧。堆人脸是紫色的，呵呵，太漂亮。我是不是在那边刷到收牌吗？怎么那么衰啊？没有。这真的会刷到睡着。我找一下有没有快捷键，再存一个。哦，直接按就好了。这样刷快多了。可是私人一定会跳一些 P 吗？59，还是我手牌自己慢慢刷好了。欸，不对，这还要遇到那一只，好不容易遇到，不然就是我刷到之后还要把今天的进度重打一遍。还是今天就专门刷这个就好了，刷两个小时，一个多小时，然后都没有刷到。那今天的影片就很像那个放戏剧动画一样，一直重复的画面，那好像不太妙欸。超难刷的啊，是我正常刷到，真的运气很好。好像按了几十次的都没有。顶多出个神九。这东西到底谁设计的？怎么难刷？那效果是什么？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了，因为以前没刷到过。以前可能遇过那只金色的，然后被它打死。欸，还是其实我赢过，然后不知道它会掉。欸，玩几次了？没有数啊，按了有没有十分钟了？09神九神九，还09。
能出点别的吗？水箭之盾也可以啊。真的不掉欸，好吧，如果今天都没抽到，就假装今天没开台好了。真的三个多小时，就为了一个水星之爪。还是因为全队都脸色发黑，比较衰这样。很久，是我把它存在那个 HP 跳出来那里，这样看行不行？看看，鱼鳞，那个出现不一样的，这样好像要高一点。哦，有了，哦，水星之爪，哦，真打，我刷了十几分钟啊。哦，它果然是会掉的，在那个瀑布在过完那边有机会出现，其他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那个财宝宫洞窟应该也是会出现的、啊，可是我那么衰的在这边才遇到、啊，哇，能不能遇到第二只啊？有什么效果？我也没有看一下。
是这样，他没有写什么效果。物理防御4，魔法防御12。哇，我怎么还有什么效果？先装起来再说。我有看到有人打那个最终 boss 的时候，把它装起来。还是他只是想说我看我打到水星去走，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这个真的不好遇哦。诶，没有怪后面吗？对，这是一个我爱瀑布后面的路。地方好眼熟，然后像那个财宝洞窟，可是鱼比那边还要多。啊！打望向这里。为什么那个诗人一直在加 HP？ 要39。生命资源，资源，给我两个是不是？生命资源到底要干嘛的？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这只好像。乌贼哦，可以拿来刷那个玄龟，是不是？哇、哦，它两只嘿，玄龙哦，不会灭团啊？这个可以掉水晶，再来刷一下这样啊？哎、欸，倒了。这个巨人会不会在那边死到没有？好，再来算一下，水星之这三个愿望一次满足这样。很久。那个特点是不好刷的东西。你是不是跳的越多的话，东西就比较不会掉？有这样的设定吗？还是没有跳东西？哇，玄龟应该比较好，玄龙应该比较好遇到。14啊，我都没掉。哇，算了，这还蛮好遇的。贝壳、冰棍、牙齿护。咦，没路了、啊，别见死。咦、欸，就为了拿这个吗？好、欸、像没有路了，还是纯粹我没找到路。好像到后面只是拿这个。那、啊、我要走出去吗？怪肉复活。
这样那个财宝洞窟比较好刷。可是这边的怪，这边的玄龙比较容易出。哇，这个好像必出玄龙。财宝洞窟那个还要刷一阵，会出其他的怪出来。倒了好多人，觉得我这个时候还在刷，毕竟比较容易遇到，像那个那只甲虫，真是可遇不可求啊！够难遇到甲虫，我这个没有办法直接出去哦，我要自己走出去吗？并没有很确定是不是需要自己走出去。如果要自己走出去的话，再刷一轮看看有没有甲虫。哇，走出去！没有办法，从瀑布逆流而上吗？甲虫真的很难哦，那么多只鱼才出现那么一次，这应该知道哎，是不是只要是鱼就有机会？要跑一下，暴风剑鱼超烂，不用太努力。我弓应该是给他弓太烂了，换个弓可能可以打多一点。我靠，这个一个弓子，这是弓啊。光公子免技能点的大招，这样讲对哦。现在应该还通通都去装那个发音之剑。爬上去，我们那个金色的甲虫，我会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要遇到真的不太容易啊！哦，出去了，来打魔海王。我要先回去睡觉啊。
就爱在那睡觉。被那个玄龙打了游戏掉个我应该是到那个海底宫进海还是用他小船啊，因为我现在三角形直接跳出去，要去搭小船，也是蛮奇怪的设定。哎，现在在大海中心，你不可以去任何地方。这样的话就村长房间吗？看看大海中心呢？他这个操作，咦，也不是，这怎么出去打了？忘记了，没有路，没有，没路，那要怎么打哦？这间吗？没，前面的是搭船的，每一间房间都进去看看。到底要怎么打？大伯，什么特殊的地方？咦、欸，我刚才三角形没按到，按了没用，太惊人了！有什么好惊人的？不能动哎、欸！打野，武器店，这还要再开动一次啊！说不定有新的地方可以去。我看看那里，好嘞，海底洞。哦，为了要用下潜模式。发现海底宫，继续下潜。发现海底宫，继续下潜。继续下潜。可是我要上浮啊！哦，开始进入。热，哦，会撤退哦。可以。他每次都一定要这样继续下潜吗？只要一次，哎、欸，不对，这每次都要，怎么呢？加速加速！你这个设计，不是玄龙，真的污水超多，原来海底宫会用来刷污水，可是好像没有看到出现玄龙，是不是不会有玄龙？比较好，看他的名字，不知道叫什么，致命魔鬼。应该不用每次都打了吧。
能闪就闪。哦，会复活吗？这样。是要我走过去，哦，走过去才会复活。来，你看看，好弱哦，血量太弱这样。我恶魔应该没有怪没有刷，这里怪超弱这样。还有别的路，不知道，得打吧。这里面还有迷宫。你这个怪怎么这么弱？这怪物太弱。真的假的？这么弱？没有。你刚才遇到的那只怪比较弱。那只怪跑出来的敌人比较弱，这样。啊，这个是袭击城镇的那个怪，博尔尼乌斯将，怪人不是这样，哎，加速啊，小怪而已嘛，都不知道会不会掉什么特别的东西。蓝。怪有点弱，又放雷，我防具雷抗性有，怎么会有玄龙？哎，这边也是会出玄龙的，这是几率问题就对了。那锁定之盾，我觉得我收买再来刷好了。有没有真的技术很好的会全部都闪过？高超的闪躲技术，我的闪躲技术非常差，超烂的闪躲技术。还有五个，哦，三个，通常放三个的东西又不会太好。真香呀！喂，合成术的奥义书，流爆，我血。任意，月玄武太阳。no。哇，真人很容易打，那里面九百多血。可是我给他的防具太烂了，看看，是蛮烂的。打完之前还要把它拆掉，因为等一下我让他离队。他好像打完一只会子就会离队了。然后又不想让他死掉，又要离队。死掉的话，好像就
永远没办法加入。三，好嘞，那就是迷宫吧？我已经忘记这个迷宫了。哇，好多宝箱！哈哈，宝箱，你想要干什么？该不会有陷阱箱吧？1000块，伊利，玄武金牌，鱼鳞，那么多鱼鳞，这不会是1000块吧？我也要对称这样，放了2片鱼鳞跟2个1000块在那。我看一下那个玄武金牌好不好用啊？好啦，像你防御之甲好啦，不会扣那个雷抗性。物防是一样高，不能防失眠。如果不用正形的话，要怎么打？还是要准备一堆药，边打边吃啊。结界石，结界石好像是等着去那个艾恩那睡觉。结界石不好，没有地方有卖，我应该都是打坏掉。呀，把自然身上的装备拆掉，你们先不要进去。等打，今天等一下自然挂掉，还是我给他装一套烂的，够，太光，我留给王家子好了，一次之个第一个。盾马就有黄剑，我还不是给他白银之剑，好可怜啊！黄龙剑、狮子剑，然后不用，应该不会太强吧？深渊之门现在关闭它，让我们破坏中心的光点，要怎么破坏？这是应该就是那个魔海猴吧？是很丑的鱼。或者不知道叫什么东西耶，是这个的东西是毙掉了吗？哦，没有很确定，我先改一下，我一容器。
啊，我们把那个拆掉，尸体剑，哦，好痛，把尸体剑拆掉啊，嘻嘻，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放尸体剑，好歹放一下黄龙剑嘛，会不会逃跑？我想重来。我们把那个尸体剑拆掉，再不能撤退，好吧，只能全灭。我继续回到标题，过600，有可能会输哦，怎么痛啊？落雷挂了，哎，落雷反而不痛。后面如果三个是黄龙剑，应该还没问题。偏偏三个会放尸体剑，刚打眼的。那头上是打雷火花啊，那是什么东西？喷气之类的吗？哇，300！好像是很补血啊。还是就让他死了吧，那还有楼梯还有9，可以19次，也是100，你们是一件我好好的黄龙剑给你们不放，哎，真是的。还有一个没有受伤，就是不好用那个控制剂啊，让他睡着啊，麻痹晕眩什么。我没有测试过，对，200。哇，我也是晕了，克斯光攻击放不出来，你的盾呢？你的盾呢？明明给你装盾，为什么不拿出来用？对不对？落雷法术好像，这个盾没有办法打。越打越少了，现在2200，生吞，360，金丝吐出来了。如果刚好没血的话，会不会就被吃掉了？非常不确定。大漩涡，欸，他放两招，过分了哦！他一回合是放两招，哦，欸，他还没死。公主在拖他血，我以为他差不多要死掉。87，400，这还有400。不知道能不能改变地形，用法术换地形，换成火的之类的。等等，我一定要记得把尸体剑拆掉。终于知道用盾了。哦，这个尸体剑真的好真。
是看看那个 X 光攻击人看而已。哎，我滑死了。啊，还是有赢啊！只是打的偏慢这样。哎，没有掉装，不知道会掉装啊。是贵族，这到底会不会掉装备？哇，我不是很确定。OK， 让封了一个深渊之门。然后诗人可以离队，可是诗人走了，我要拿谁进来？这个没想好，还是要填一个人进来才能用指挥官模式啊。大陆。这样就封闭了，然后因为那个哈曼还出现，我在找去哪了，没有办法加他，加他的话去那个我要带路欸，去那个财宝通路我要带路，这人到底会给他拜拜？送你一个石头之盾。拜拜，可以要走掉，耶！要重新是这样。哦，我想想，我要去哪里？哦，你如果那个醉果汁打到那个水龙，诶，水龙吗？瀑布后面的智龙没打死的话，那个醉果汁打。最终之岛好像就会消失，因为没找到那些，他那个避难现场已经被清理掉了。哦，等一下我要去哪里打？加特，那现在一堆小任务应该都没解。还是我照顺序打吗？从弱人开始打，超弱人。我看一下，启动了班加特。嗯？这是什么？米拿多？我才宝藏多巨大球。雪之冰？咦？啊，那个要解冰湖事件。冰火世界应该是这边的吧，我来解一下了。这次可以加入吗？加入一下。咦，这选项有什么差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情报，我看一下，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然后这只应该打完之后就让他离队了吧？放松手剑，继续玩指挥官模式啊，比较省事啊。这位置怎么挖上来？他要有弓欸，他有弓啊，我要找个弓给他哦，是不是应该在身上留一堆弓？我一个人待着，那个应该也是可以加入的角色了，只是条件不知道什么，法术，我好像可以选法术来玩的，哇，然后那个自己剑要拆掉啊，太坑了！好好的红龙剑不放，在那边放狮子剑，这样对吗？艾恩恩，北方沉船，西走，圣王大哥，
更奇妙。蓝斯啊，我怎么看成锡兰？锡兰红茶，红茶，淡的毛皮，好，你可以把烂工都用了。去编织跟存档啊，我自己移动，这么快其实也没有很多存档啊，都不让红龙剑。要么不放，要么一人放一次。哦，三百，这不是小怪啊？为什么打我那么痛？还补血。他们两个那个 X 光光死掉了，有2000就好，这张差不多。真的有人可以每次都有闪过啊，真的闪过我觉得好厉害，可是没闪过就逃跑了，把他拉出来再打这样，这好麻烦，还不如直接杀掉。这边有鱼，欸，我只是看个鱼啊，靠近水边会被鱼打，雪地还会留脚印，这样不就告诉敌人说你在哪里吗？我记得一代好像怪物会跟着脚印走，这代不知道。嗯，好可惜。那只是普通的怪。大地精灵。一代好像那个怪物看到你的脚印会跟着走。这代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设定。BOSS， 结果 BOSS 超弱，还没有小怪强。欸，真的没有小怪强，因为无心主事啊。欸，我忘了调一下，算了，回家。欸，哇，他那个反击，都反一下而已。想到我竟然没死，他撑过我一回合。这红龙剑的动画其实有点大，先没死了。哎，欸，应该没有小怪强，是我漂亮，让他走了，不可以。Okay， 然后我去看一下能不能好雪人了吧。好，是冰湖事件结束。哦 ，HP 350对不对？关羽极光似乎将在今晚出现。最强是，哎，哦，
会学最强术？学母的合成术，养狗，所以这个还要去开箱子自己找，对不对？然后开一个流暴漩，流暴涡旋，为什么是漩涡？为什么故意要把最后两个字倒过来？这个阵型，然后那三个人的这样的法术，哇，这个我应该不会去放法术了。OK， 看极光，极光怎么弄啊？忘记了，好像是在这个画面停不知道多久啊。不会按加速啊？不行的话就发呆一下。我不然就加速，但是真的老老实实在那边等。AMK， 然后去倒个水这样。究竟极光会不会出现啊？以前是这样等吗？不太记得了，我想要加速啊，我就趁现在抽查一下攻略，游戏应该不会暂停。OK， 我把视窗移到旁边，抽查一下。应该是在这个画面一直等，没错。嗯？哦，有出来出来，再把视窗移回来。哎，我怎么上去啊？忘记了。这极光会不会太丑？本来就这么丑啊。哦，有在这边，极光之道。哎，按到取消，我还不能动，是不是？雪人的腕力不知道多少。再抽查一下，我们查。哪个是雪人啊？每个都长得一模一样。我免费的 IN 呢？冰之剑吗？是不要拔，不拔的话好像可以一直刷、啊、前面的这种，拿那个龙枪，拔的话就没办法。怎么有一个雪人会动吧？对吧、啊？哎、欸，哦，这个，这雪人说话了。哎、欸，每个都会动，好哦。真的很痒，也是雪人的喂，所以每个都会动哦。哇，太久了，我忘记了。我以为只有一只雪人会动。你要取冰之剑，带上我吧。哦，雪人加入，什么都没有。哎，他的腕力多少？11。那这只是干嘛用的？体力很高，意志很高，然后附加一个金龙术，是不是？我写金龙术，哇，我应该不会把它留下，一剑过完就拜拜。哎、欸，我
我没有想到父母啊，到底在干嘛？微观模式。好，谁要换一下？哇，我好像又没有带弓箭了。不要穿挪，那这个应该结束之后才会走。下次，随便穿了，真的随便穿的。哎，我没有剑哦，要给他练体术吗？我应该不影响我的阵型吧。等他没有弓箭的话，那个人体攻击的弓箭就不能用了。冰之剑，红酒冰心，冰之剑是什么？怕不？离开这个镇，真的吗？所以我离开这个镇，雪人会先离开我吗？好像又拿什么永久冰晶给他装进去，不太记得了。居民，你看对话都一样。神酒跟荔枝香药，我试一下会不会离队哦。期待永久冰晶在身上，否则我不能离开这里。真的嘞，所以它有一个防具会卡永久冰晶。我在捡啊！哪一间啊？我忘记了。刚加入完就忘记哪一间。然后对齐要重调，是不是跟这独挡比较快？装备应该还是我装给他。你要怎么去右边啊？要从那里跳过去吗？我忘记要怎么打了。他不能离开这个镇，所以应该有个地方可以冲过去啊。这间比较大间。忘记要怎么玩，这边啊，300年来第一个客，不然又卡关了。那是后面那个黑色的洞，我不知道怎么过去。你挡住出口了，我怎么出去？这边其实有路啊，跳不行。
加入那间。我这边会有路吗？可是我根本不用从这里出去，这边就有路这样。没有。卡在这么奇怪的地方。奇怪，这里有那么容易卡关的吗？道具店，傻眼了。咦？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卡在这么奇怪的地方？记得我以前还没有卡在这么奇怪的地方过。是我要拿到永久冰晶之后才能找雪人啊！欸，后面好像有路哦。哦哟，垃圾！我一定要在那边睡一个觉。睡饱了才能来打怪是吧？然后我的那个弓箭机被拔掉了，雪人没有装弓箭，不然也不常用就是了。巨人，这个无刀曲好像可以从他身上拿装备，一个大剑技，叫无刀曲的。每次都打，这个应该很难闪吧？下面那只要怎么打？跳下去吗？还是站在这边它会来撞我？难不成你是为了装饰品？哎，它真的不能打，那是乌贼是装饰品。速提升，哇！零，雪人泥，居然是零，是来乱的吗？没有给他装武器，真的，你是没有练过好路。咦，没有路了，哎呀！哎，不一样的怪，那只可能是小 boss。风光，我感觉小怪被我练得比 boss 还强了。每次把小怪练那么强做什么？零，你总该闪个技吧？完全不闪。还是要给他上玄武术，
批评声。这是干嘛的？这个好像是回复的。哎，那镜子就不见了。只能补一次的意思吗？我没有很确定。还是我离开这个画面再回来，他就复活。试一下。也没有了，只能补一次。好小气的补血。然后这只龙好像不要把剑拔起来会一直刷哎，而且今天要把它打死了，因为我这一轮没有打算用那个什么龙枪了，刷一把一次一次，要正常的刷还是作弊的刷？我想想看，好，正常的刷几次，然后就开始作弊，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应该打得赢吧，如果打不赢就求了。为什么？我要补700，诶，蛮少的。应该是刷这只没错吧？如果搞错只。B 剑前面的龙就只有这只嘛，应该不会搞错。龙鳞子，无界之地。哇，这把棒！这雪人根本是来乱的。啊，然后我，我应该可以放黄龙线啊，但是又忘记了。哦，除了在踩扁了，要挂了。2000，哎呦，3000呢，出乎意料，居然可以打3000。然后我离开这个地址再回来，他应该会复活。如果我没有把后面那个冰之剑拔起来的话，试一下。拔起来应该就消失了。跳来跳去的，那个镜子真的不能复活一下吗？我需要那个镜子，没有。龙复活了，再继续刷。小怪有越来越强的趋势。闪电皮，欸，他有闪技能了，闪好多，然后通通都被我那个快转跳掉。这次打完我作弊了，他们会把那个龙枪刷出来。
去了。KO， 两回合而已啊。哎、欸，啊，我是说要刷，忘记了。再打一次。他死太快了，我反应不过来。先拖一下吧。小怪不要复活就更好了，然后把这个路弄短一点。换我的那个技能点数不够，记忆力不足。哎，我阵型漏掉了。他属于什么？黑龙骑？黑龙骑是什么？他是什么？完全没印象，看一下。结果打下去超少，白白浪费一回合。那边弄什么黑龙骑？我要撤退啊！我觉得这场不太妙。打输了。意思真的不太妙，对不对？这个黑龙皮好烂，还是对我的法术等级太低了。结界石，为什么叫结界石？结界石就等于是旅馆嘛。这样真的可以一直在那边重复刷没问题，因为有结界石。但是一定要记得作弊，反正刷一次也是有点久了。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会掉龙枪。第二回合应该是挂了。安利奇，哎，你好，喂，人民之树，哎，没死哎，这只血有比较多吗？我挂，作弊哦。钱都不一样哦，掉的钱都不一样。不过我今天掉 HP 出来了，生命之树，光算马用的东西，还是那个是做装备的素材，也有可能。生命之树。哦，龙枪啊，不然掉个龙鳞也可以接受。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掉龙鳞？龙枪或龙鳞好吗？我的掉率真的也是很低诶，能刷到五把龙枪，我好佩服他。如果他没有作弊的话。一只一只香料，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真的要作弊刷到五把龙枪也太累了吧？光作弊的都觉得有点累。那个停在那个 HP 跳完的地方，再前面。嗯，在这里吧，不会跳东西。咦，不是这样的吧？还是？嗯，
那个钱还是有变的，还是会掉东西。所以是几率问题。纯粹是人品问题，这样吗？我突然不会掉东西了，一出香料。连那个，叫什么，忘记了，突然忘记那个叫什么。今天也不是到乐队，好吧，抽到不想抽为止。掉荔枝香料是怎样？抽不到的话，我就都拿去牛栏刷好了。我刷到的时候拍张照啊。这样装啊？他连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东西都不跳出来。还好我存在另外一个。他真的不跳了。另外一个都是稀有物品啊，生命之树。这个都是稀有物品啊。相独心，听到叮一声，荔枝香料，你这个可以把荔枝香料拿掉吗？不掉就算了，一直靠这个荔枝香料。真的这样刷到也要花多少时间啊？有没有那个提升钓力的道具？好像没有，我印象中没有。我刷到500了，真的。我好厉害，是怎么刷的？掉不了啊！我们不是刷这只吗？我们这边的龙应该只有这只啊！你自己产生怀疑了。然后那个命什么之树啊，好像也没掉出来。换另外一个刷法。生命之树，对啊，我如果存在那个 HP 之后，好像连那个生命之树都没有出完。可是那个是看时间的啊，就某个时段就只会掉某个东西这样。你在按的时候，其实系统在拉霸。是我在这边等了两分钟，然后把它存起来。你是多少？4。再按的话，掉的东西又不一样。对，不是这样的，等太多。
跳的前面就不一样。我今天连一副香料都不给我了。这样抓应该也可以刷个二三十分钟。为了拿一把龙枪，然后我还用得到。咦，这个连一支香药都没有了。在这边等三十秒，那要播完一次音乐吗？我要一个重置的打，你不想要个时间？哎，生命之树也有了，很香啊！我是不是真的是看时间的啊？在我那个水什么那个，我抓到就忘记了，怎么样？水星之爪，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哇，龙枪！可是我刷个十次就让它播一段音乐。然后来存一下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边持续边讲话啊。那什么时候没办法说话？应该十次了吧？好，那播一段音乐。存起来。而且真的要刷掉，感觉就是很难的一件事。让他播一段音乐。我觉得我快要失去耐心了。我超多久了？我有20分钟，应该还没有。是香料，生命之树，还有一个啊，说不出啊。看有没有那个音乐哪个点比较容易出现，该不会有那么无聊在研究这个吧？我没有按掉啊，跳出来了，这也可以收台了，知道吗？龙枪司马骨。好，收到了。然后出去再进来，他应该是会生一只龙，除非把这个冰之剑拔起来，我要把它拔起来，因为我这轮要还枪。枪，
要永久冰晶下去哪里弄啊？还要自己走出去哦，把东西拔掉。雪人空身，那不会挂掉吗？这真的没有路可以直接出去，还要自己走。要自己走了，这这其实有点跳，我要绕一圈。好吧，不用绕那么大圈，可以少跳一格。少跳两格。快，这永久冰晶要去哪里弄？是把冰之剑装在他身上，干嘛做这种蠢事？可以拔掉吗？没事，不要装了，你诺拉好了。也是大剑哦，我以为那个是普通的剑，结果它是大剑。大剑到底放不放得出那个黄龙伞？怪物都不见了，这表示我没有巨人可以杀了。我要去哪里弄永久冰晶啊？要等永久冰晶的时间比生成冰之剑还要久。那只好跟那个雪人告别了嘛。奇怪，永久冰晶到底怎么弄？好吧，我不知道怎么弄。那我今天大概作弊刷了那个水晶之爪，遇到那只黄色的甲虫哦，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我那个应该还在，偷读一下看叫什么名字。德拉甲虫，可以打那个水星之爪，然后那只龙，名字我又忘记了，都不记名字了。反正冰之剑前面那只龙，龙鳞主哦，我想起来了，打那个龙枪。那下次我要干嘛？继续过任务这样。这应该是最强的枪了。那龙枪人舞曲的话，就是这个的那个技能。好，那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先收台啦。